要真干，要真想走佛的这条路，那就要放下。真能放下，往生没有障碍啊。念佛往生为什么去不了？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，还有牵挂，所以他走不了啊。彻底放下了，一尘不染了，时间一到，佛来接引，就跟他去了。所以念佛人，真正想往生的人，每天都要做观想。什么时候？睡觉的时候。阿弥陀佛现在来接我，欢欢喜喜就跟着去了，毫无留恋。啊，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的？没有了。还有什么人想见面的？没有了。什么都放下了，这才能走得了。每一个念佛往生人都是彻底放下的，毫无牵挂，佛带他走了。有一丝毫一桩事情牵挂，佛拉不动他，他那里根绳子拴在这里，你去不了，你的机会就错过了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